现在我们在十七迈的这个高尔夫球场俱乐部里面，现在刚好在旁边啊，它非常棒，在海旁边的发球点啊，有没有？看他准备要挥击了，大家准备，大家好像用 Happy Mode 的姿势，没有了，那是电影的姿势，来听他挥杆的声音跟力道，还有他转腰的整个力道跟协调性。这个杆子好像没有完全打到。好了，就是这个非常，我来拉个远景，你看非常的漂亮。它是起球点，拜拜。